山，春风里漫步过花溪，浅浅笑意不说明，其实只为你换上一身素衣，只因为你中意。我想我已确定我的心，一花一笔一朝夕，我是如此相信。我用我的手心感受你的手心，像一个美好的故事未完待续。昭昭，你来做什么？听闻岳父大人身体不适，我特地前来看望，顺便带了些聘礼过来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说实话。实话就是，我想你了。日思夜想，朝思暮想。你松手！我能给你下九霄散，也能给皇夫府的其他人下。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皇甫少主，昭昭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我特地把聘礼带过来了。再乱说一句试试。我与昭昭情深意切，早已约定好，过了三日我便娶她过门。事实还希望皇甫少主给分薄面，来喝杯喜酒。周周，是真的吗？周周，我看了几套喜服还未决定，要不你跟我去瞧一瞧。把话说清楚。我有些话要对他说，待会儿就来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不可能。这世上没什么不可能。那你说说看，你喜欢他什么？洛白先生，他儒雅纯善，待人温厚，他是我的良人。良人？他是你的良人？那我呢？少主，以后你会遇到比我更适合你的人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那你便对他说。这个你还要吗？勉勉强强，可以收下。这么勉强啊？那我不给了。哎，赠人之物，岂有收回之理啊？那收人之物，岂有摔碎之理？不会再碎了，永远都不会了。我今日所言，字字句句，发自肺腑。什么？昭昭要嫁给洛白？不可能呀！昭昭心仪之人，明明是我家大侄子呀。
我纵横情场这么多年，不会错的。千真万确，今日洛白先生的聘礼都抬到了府门口。怎么回事？仰慕少主大人的风姿，小的就想见少主大人一面，不得已才混入府中的。至于那个春药，小的真的毫不知情啊。造化弄人，相爱却要离分，莫非是那宿命偏偏要我尽。你什么？你赶紧帮我找大夫。纵然有万点愁绪，万般的惋惜，情为是一绝。少主大人，你的唇是这般柔软可亲。这个送给你的，上面的字是我亲手刻的，有点丑。那你还给我。嗯，你还我。少主，以后你会遇到比我更适合你的人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那你便对他说，我今日所言字字句句发自肺腑。玉碎缘散。既然他喜欢的是洛白，可他又为什么对我表明情意？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？是为了接近我，刺杀我，让皇甫家消失？离分，莫非是那宿命？